稍微轻点，我去给你配点消炎药，谢谢。给您添麻烦了。看不出来啊，你还挺勇敢的呢。啊，疼吗？疼。以后碰见这种事儿，不许再冲动了，知道吗？那种人一旦失去理智，什么事都干得出来。 你知道了，尹大哥。尹大哥，你今天那一招还真是神了，电光火石的，我还没看清楚，人就被你制服了。早就听说您是咱们中院最有传奇色彩的法警，今天算是见识了。我跟你翻译一下啊，就是啊。 在我身上发生的倒霉事儿最多。反正我就觉得你超厉害，跟你在一起超有安全感。哎，你这个手好点没有啊？哎，还好吧。幸亏尹大哥下手果断。李川，我有个事儿想请你帮帮我。那你说。 我想买个礼物送给尹大哥，谢谢他救我。你帮我参谋参谋，买什么东西他会喜欢呢？这我可还真不知道。要不我买个东西送给嫂子吧？哎哎哎，你可别捅马蜂窝啊！尹大哥现在是单身。什么？离婚了？不是离婚，怎么说呢？ 这有什么不好说的？吞吞吐吐的，有话直说呗。尹大哥大人去世了。车祸。2年前，尹大哥开着车出车祸了。尹大哥太可怜了。行了，早点休息吧。我跟你说，小杰，哎，赶紧把药吃了。 谢谢姐。小杰，嗯，你们刚才说的尹大哥是谁啊？就是今天救我的尹警官。哦，哼。哎，姐，你是没有看到他今天的样子，就像美国大片里的大男主。<笑>大男主，就是骗你们这些小姑娘的。 你不要着急啊，我下一步就是要让荣家从沼泽中走出来。你的钱现在不能给你，控制了荣达，让我们第一口气缓过来了。但是离彻底修复资金链还需要一段时间。我没都要啊，一部分不行吗？这我得付工资啊。 执行局天天盯着你，钱也给了你，但马上就到，你一分钱拿不到，这个道理你该懂的。等到我们资金池里的钱彻底活了，我会把永家的资金20%给你们作为补偿。郑教授，有您这句话。 我说再大的委屈，值了。那这样，我不打扰您时间了，我先回去。陆总，出门往左下楼梯，小心别再摔了。我谢谢你。 张思鹏怎么样？已经接任市政府证券科科长，春风得意。
你有话说什么？我看着我。你先看一眼这份通报，这个呢是咱们中院前几天拍卖九天网络公司持有荣达投资的50%的股权，被明山系的一家公司收购了，也就是说现在荣达投资属于明山系了。什么叫明山系？社会上都这么叫，永嘉机场、重百机械、富康资讯，你现在又多了一个荣达投资，我估计还有别的公司。你有什么实际证据能够证明？ 他们之间是相关联的公司吗？实际上有证据，我没有。那就找到确切的证据。哎，不过我有一个猜测，他们这次拍卖的成交价太低了，我怀疑他们暗箱操作。他们成交价多少？2亿5000万。 假设，按照你这个明山系的思路，这个钱会不会是从永嘉出去的？你去查一下，收购荣达投资的这笔钱是从哪儿来的？行，我试试。不容易啊，可算是有一次跟你对上频率了。并没有，我讲的是证据，你只是想出口气。 随你说吧。喂，郑老师，没打扰你工作吧？我在图书馆，没事。找我什么事吗？我答应过你要带你去香山教寺看一看。通过网络募捐的第一笔资金到位了，明天是周末，我正好要送两车物资过去，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去啊？当然好了。 太有感觉了，老师，这个项目你启动多久了？8年了。8年？我不急，一点点慢慢来。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聚集人气的过程，也是一个清静人心的过程。 好特别的想法！我为这个项目特别成立了一个香山基金，完全和公司的财务账目隔绝，只要有募捐款项进了这个账户，就算是我，也不能挪用一分钱。老师，你为什么没有想过去募捐一个学校啊？ 我最早也想过。
但是后来我认为啊，在这个拜金的时代，是大人出了问题。衡量一个人是否有成就，唯一的尺子就是金钱。只有大人的内心得到拯救了，大人的价值观树立好了，孩子才有希望。 老师，你今天的样子让我觉得好陌生。我其实没有什么变化，是你变了，所以呢，看事物的眼光也就不一样了。但是好奇怪，为什么总觉得越是熟悉的人，都会变得越陌生？是又在说我吗？不知道是。 包括老师的所有人。好了，别研究我了。聊聊你的最近的情况。我都挺好的啊。除了工作，最近执行的案件当中，我总觉得落后一步。对手对于法律了解得非常精通。法律是维护正义的武器，但也会是。 被利益驱使的凶器，就看人的欲望指向哪里。那老师，你有欲望吗？思想上的绝对自由，法律的制高点，以及人类智慧的指引者。思想上的绝对自由。 绝对自由的定义是什么？过自己向往的生活，孤独，宁静致远，站在这里听风，整天只干这一件事儿。会有那么一天吗？ 这已经到来，你愿意陪我吗？你不要回答。有首诗挺合我现在的心境：你跟还是不跟我？我的手就在你的手里，不舍不弃。 来来来，喝了半天酒，你看你发表的无声感言呢，对不对？好，谢谢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。这是我的升职，要感谢的人很多。除了感谢领导的赏识，更重要的是感谢你们这一帮同事平常在工作上帮我不少的忙，所以这杯酒我先干为敬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来来来。
我们是纪委的，经群众举报，这里有国家公职干部饮酒作乐、超标准消费，谁是张思鹏啊？我是。跟我们走一趟。喂，思鹏。丫头，是我。怎么了？说话啊。我这儿出了点事儿。出什么事儿了？刚才和同事在外边喝酒，哎，是倒霉，在酒桌上被市纪委的巡视组人给逮到了。要不要我现在过去？不需要，只是跟你说一声，先这样，我挂了。这出什么事了吗？是思鹏，他在外边吃饭，被市纪检巡视组给查到了。你需要帮忙吗？再说吧。老师，我也不太懂，像一般这种情况会怎么处理啊？如果在平时，这也不算什么特别严重的事情，可现在中央三令五申，整党风抓死风，在这个时候被查，后果可能很严重。多重？这样吧，明天我去找市局领导给他说说情。别着急。教授，怎么了？程总来了。他来干什么？他知道你和主任去了香山教室。你怎么不早告诉我？他也刚到几分钟。
书房这个座位除了你，没有第二个人敢坐。黑志莲来我家里是来兴师问罪的？你和左琳去香山教寺了？长本事了，会跟踪我了。这都是你逼我的。你喝酒了？您这么做不怕危及我们的关系吗？我们是什么关系？是啊，我们是什么关系？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是傻子。燕南，我给你的不少了，名誉、地位、金钱，你还想要什么？这些我什么都不要，我只要你。我跟你说过了，我给不了你，不要再做这种徒劳的幻想了。是，你也别怪我这么做。你是个女人，我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。这些话等你酒醒了再说吧，明天见。是。我说明天见。永嘉地产执行案的案外人意之诉，经过中院一审、高院二审，已经有结果了。省高院维持中院判决，可以执行了。完了，宇川啊，你的名山系可以恢复执行了。好事儿。什么叫我的呀？这是我们的，就是你的。省高院已经裁定驳回上诉，维持中院判决。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没什么可说的，尊重法院裁决。那就请您配合我们执行，我们准备对查封的房产进行评估拍卖。我是真想配合你啊，但是现在又有人有新主张了。我看啊，这房子啊，暂时是动不了了。你什么意思？你是法官，建筑工程款优先受偿这个词儿你们不陌生吧？拍卖房子的款项应该优先付给建筑公司，按法律你们的执行就得暂停啊。建筑公司的人马上就要到你们特别居中处了，回去等着吧。啊，这个永嘉地产幕后一定有高人指点。是又怎么样呢？那赶紧把幕后那军师揪出来。就算揪出来又如何？人家违法了吗？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按照你的理论，一个律师替杀人犯做了成功的辩护，那他就是十恶不赦的罪人是吗？狭隘。真不明白为什么周秋选上你这么个法吗？我就是随口一说，你至于吗？还上纲上线了。执法人员永远不可以随口一说，执法人员说的每一句话都是金口玉言。好，我不说了，好吧，我闭嘴。左法官，永嘉地产的案外异议人到了，在听证室等着呢。请坐。有什么事儿请说吧。您是中院特别执行处的左琳法官吗？没错，是我。我是为永嘉地产事来找您。
我叫齐三科。你们这又是出了什么事儿啊？什么什么事儿？这是建筑工程款优先受偿异议申请书，很严肃的。这需要你提交证明的。都有，口袋里有建筑工程合同以及相关资料，您自己看。我们需要审查一下你提出的异议是否成立。不如这样，先说说你的要求。我有两个要求，一个是停止拍卖，因为那房子还不够抵我的工程款呢。二是如果继续拍卖，拍卖款优先清偿给我们，或者把房子交给我抵债。你这个人好像还懂点法。那自然，我可以背给你们听听。来来来，你背背我听听。也不敢说一字不差吧。根据合同法第286条规定，建设工程款属于债权性质，具有优先受偿性，称为优先受偿债权。怕就不立誓了。好了，没人陪你玩。材料我们留下了，你回去等消息吧。好，相信法律，相信法院。你还敢说你相信法律吗？当然，所以我也得提醒你们一声，关于永嘉地产，就算你们执行到钱了，那也是我的，别人拿不走。你很张狂啊，是在和我们叫板吗？你以为呢？齐三河告永嘉，这分明就是自己人打自己人，他们明明就是一伙的。他们这样做的主要原因跟目的就是想扰乱我们的正常执法。挺狂的。我觉得他是要疯。那我们是不是又要停下来呀？何玉婷正在审查呢。这个齐三河跑不了，准保也是名山系的，应该是永嘉雇的托。其实还是左手出右手进。玉川，你能不能每天不要总是张口名山系闭口名山系，如果你有证据的话你就拿出来，不要总是主观臆断。左大法官，如果当初是我主观臆断的话，那我之前早就说过他们背后一定有一个大军师，而且现在我已经知道是谁了。谁呀？永嘉地产聘请的代理律师是从廉政律师事务所找的，廉政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叫陈彦南。陈彦南何许人也？百川控股的总经理，百川控股实际的幕后操纵者，是政府的红人。郑怀山，玉川，这不还是你的猜测吗？你能拿出证据吗？我现在不能够100%的保证我这是正确的，但是我觉得我的推测没错。那就请你先拿出证据再说好吗？左老官，我可以向你保证发誓，我一定会找到充分的证据来论证我的观点是对的。好，等你。
菜不错啊。嗯，我最爱吃豆芽了。来点这个。哎，小爱啊，你帮我拿一会儿吧，我到前面看看，打包几个包子给你大哥带回去。嗯，别忘给我来点米饭啊。哦哦，米饭啊，来点土豆丝。你大哥，你回来了。哎，林姐回来了。还为你赶不上午饭了呢。这不正打算去呢。哎，你别去了，拿，我给你带了包子，趁热吃吧。我吃饭去了啊。哎哎，光有包子没有汤啊。你不带着水壶呢吗？小友回来了。回来了。嗯，上哪去了？嗯，给你大哥送包子去了。他指不定几点回来呢。啊，我去的时候他刚好回来。啊，我发现一事儿啊。什么事儿？老实交代。是不是喜欢上我们帅气的尹大哥了？小爱，别胡扯。我是看他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，好好好，帮帮他。我送你一句话，看着我，说吧。想干什么，赶紧干，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。天天同志，实在是抱歉，因为尹东勋同志呢公务缠身，所以今天又迟到了，表示诚挚的问候。咱们刚才可是警察。哟，你怎么知道他是警察呀？上身是便衣，裤子和鞋可没换。果然是老司机哈。师傅，跟上跟上，别跟丢了。四红，你干嘛一个人在家喝酒？老电话你也不接。没脸见你。你也不可能永远都不见我吧？我的处理决定下来了，官被免了，公职也被开了。我陪你喝，天又没塌下来，什么了不起？谁没有跌倒的时候啊？爬起来不就得了？再说，如果这条路走不了的话，咱们就走其他路。我的思鹏，你有上进心又努力，走到哪条路都会通的，对不对？道理我都懂。有你在，我不就什么都没有丢，什么也没有少吗？哎，四鹏，你别这样了，没什么了不起的，对不对？亚导，留下来陪我。嗯，一直都在。来吧，
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稍后再拨。Sorry,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cannot be connected for the moment. 没关系，我就是想跟你说一声思鹏的事，非常抱歉没能帮上忙。没关系，还是很感谢您。是有人匿名举报，市委纪检巡视组当场查的，市领导也不方便出面为他说话。这都是命吧，那就好好陪陪死鹏吧。嗯，我会的。最近工作顺利吗？不顺。有什么问题？郑老师有没有在间接的帮助永嘉地产？什么是间接？什么是直接？我们都是搞法律的人，法律讲证据，口头声浪没有意义。我是永嘉的法定代表人吗？不是。我是永嘉的代理律师吗？不是。那我是永嘉的什么？老师，因为我正在执行永嘉地产的案子，所以自然会关心是不是和你有关。我是和廉政律师事务所有些关系，但我只做政府顾问，不做诉讼案件。那就最好了，只要你没有参与其中就好，否则我会为难的。办理案件，重要的不是考虑对手是谁，重要的是考虑对手运用法律是否适当。我倒真希望我们能真正的交锋一场，让我们师生用这种方式向法律致敬。老师就是老师，说话真是有高度。我的教室随时为你敞开。谢谢老师。